兄弟们，新赛季刘邦终于是吃上了队友团战失利，守约露头就秒。这个赛季刘邦迎来全面增强，不管是走对抗还是打辅助，战绩都很耀眼，并且专精装已经成为刘邦身体的一部分了，点两下大招即可秒传。现在刘邦的大招你可以选择秒传还是慢传，秒传就是你选好队友之后再点一下就可以直接飞过去，配合哪吒他看到谁谁就得死，而慢传就是你选好队友之后不管他，他就会给队友持续加盾加血，落地还有一圈范围回血，人称小杨玉环。主要这伤害也是逆天，你看这个满血守约飞过去 A 一下炸一下，就是既拥有单杀的能力还拥有支援和保队友的能力，二者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秒传进攻型的大招，可以说是队友挨着谁我们传过去谁就得死，提前开一技能传过去落地先炸死一个，再追上去把橘子收来，只要你会传那么小团战基本就是稳赢。而且刘邦由于是原始人，所以机制非常简单，就是一技能加盾爆炸打伤害，二技能位移完事还能晕个人，上手简单伤害高能支援，真是个完美的英雄，唯一缺点是太过完美。看我去切那个双 C 啊，二闪 A 炸 OK 差一点，哎刘邦虽然伤害很高，但打完一套手里就不剩东西了，所以说尽量还是配合队友去打，毕竟能群哦，何必单挑呢？出局。还有一件事，刘邦蓝条底下这四格能量满了会发出一道月牙天冲这个范围是很长的，所以当花木兰躲掉我的爆炸并且回城的时候出局。还没结束，刘邦线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要时刻注意队友的状态，毕竟大招是用来传送的，昭君红温了直接传、没事，杨玉环又红温了直接传、那还是回到线上吧。其实我们刘邦的伤害是非常高的，你看只用一个二技能再 A 两下花木兰一半血就没了，我甚至连被动那个强普月牙天冲都没有使出来，这就是现在刘邦的强度，一技能好了轻松拿下。你以为结束了吗？我说了玩刘邦就是来照顾队友的，这波吉吉国王我们直接闪现过去先打一套。昭君，刚才我没有救下你，闪现留住这个猴子人头就让给你了，猴子反打直接传，这就是我的。没事啊，我再教大家一个刘邦的玩法。众所周知，刘邦放完二一技能之后就没有后续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被人包围了就可以利用大招撤出来，就像这波昭君身后有两个人，我们直接帮他挡一下，先救队友然后我们再直接走。哼，想抓我闪光你抓不住。回到线上，不管怎么说刘邦前期小团战的支援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你像我这波我把线清了，花木兰他正清线呢，我直接就传走了，我这波下来猴子本来能控三个，我下来了他直接控四个。不管怎么说刘邦也是吃上了，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挺好玩的，装备这样出中期就可以秒脆皮了，而且自身也有不俗的坦度，很适合新手。